第三个人一来，我就问他底薪的话多少，他跟我说3K到4K， 实习期间还要打80%的工资，1900的工资。10月26日，四川成都，女子2个多小时面试3轮，一问工资1900元。当事人曾女士称，招聘信息写的4000元到5000元，想着大公司福利好且有餐补，觉得挺合适就去面试了。前台先让填表格，面试第一轮，自己问薪资问题，他说薪资不清楚，让问第二个面试官。第二轮面试官是公司主管，他问自己公司账号如何来运营等问题，还让出一个运营方案。当时怀疑该公司是不是想白嫖劳动成果。后来问薪资问题，他说只知道提成，又说底薪要问第三个面试官。第三轮面试官一来，自己就问底薪，他说3000元到4000元，实习期2400元，入职购买社保扣除后算下来工资1900元。面试3轮浪费2个多小时，感觉自己被气笑了。